接受，分量太大了啊！这部经送在地球上，整个地球也转不了啊！不但地球转不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娑婆世界也容纳不下啊！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部经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经。佛怎么说的？怎么能在就算三期吧，二十一天，他怎么能说得出这么丰富的典籍啊？我们深入华严，这才明了啊！原来呀，时间不是真的，空间也不是真的，在一真法界里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这个时空啊，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啊，这就是望境还原观里面，我们可以能够学到啊，知道啊事实真相啊，那就是佛在这个经上会给我们讲到宇宙的起源。你看华严经一开始啊，给我们讲到啊，世界成就品，华藏世界品啊，这跟我们讲是宇宙的起源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啊？佛法里面讲啊，一正二报，一报是讲宇宙，正报是讲我自己啊，我从哪里来的。你看禅宗里面主要的啊，是要你把这个问题找到了啊。对自己来说，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啊？这两个问题是哲学、科学里面的，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解答啊，还包括神学啊，都不能够圆圆满满的解答的问题啊。可是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呢，都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这次回来，大家祈请的是希望我借着在这边讲华严，啊，我说我们时间不太长，啊，我们给大家介绍啊，贤首过世的修华严二智望奥智望境还原观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华严经修学的纲领啊，是华严经前面五代祖师修行正果的方法啊，确实是稀有难逢啊，也就是华严经的精华了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题目就晓得了啊，修是真干啊，华严奥旨啊，奥妙的宗旨啊。怎么样学法呢？必须把妄断尽啊，妄太多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啊，妄要断尽。世尊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：啊，妄太多了，把它归纳，不外三大类，一个是妄想，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执着。啊，只要这三个断尽了，你就还原了。啊，还原上回归自性，那就叫圆满成佛。啊，就是圆证无上菩提。啊，所以这先我们把这个给大家了，给介绍出来。啊，那么我们同学们真正想学佛，那就不能不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我。啊，他是真正妄境还原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找这样的过来人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六祖能大师也是个过来人，他讲的简单明了，啊，给我们留下一部啊《坛经》，啊，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给诸位说，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完全相同，一个是简单的书，一个是详细的书。啊，只有言语文字啊多寡不一样，内容呢完全相同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。可是我们毕竟是波地凡夫啊，像能大师那样的提纲挈领呢，我们很难体会，不容易还原呢，回不了头啊！啊，华严说的详细啊，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大本，就是原本。太大了，就是放弃了，看中本。啊，中本是什么？中本是华严经的纲要，分量还是太大。啊，我们也没有能力接受。最后选的是下本，下本是什么？提纲、目录、提要。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四库全书一样，分量太大啊，不是一个人呢一生所能够啊读得完的。啊，连当年乾隆皇帝下命令编这部书，他也知道他没有能力啊读完这部全书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叫总编展齐晓岚先生给他编一个会要。啊，会要是全书的三分之一。啊，我们台湾世界书局翻译出来了，啊，精装500册，啊，全书商务印书馆翻译出来，啊，也是精装啊1500册，
这都很难受持啊，啊，没法子读啊。那最简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摩罗提要，啊，摩罗提要经装啊五册，这就好办了，啊，就是每一部书里面说些什么，啊，纪晓岚先生编这个提要，把这个提要每一天送给皇上看。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带出来的华严经呢，就是提要，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不完整，这个书已经散失了，传到中国来大概只有一半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半部华严经的摩罗提要啊，这个半部我们得学习，每一天来做报告。你看看，这是用了4000多个小时才到14品，啊，全经39品，啊，所以我就这个提要啊，我们尽一生的精力都不容易完成，啊，那像我现在这种讲法，这一部。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我估计需要用20年啊，才能把这部经讲完啊。可是这个经非常有味道，百读不厌呐，啊，学习确实带给我们像方老师先所讲的啊，我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这一点不假了，嗯，所以我有一次讲演用了个题目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听经啊，是讲经啊，讲经跟听经啊确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这个里头其乐无穷啊，证明了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啊，快乐啊！啊，世尊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的“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”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没有。这个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啊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世味，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这种味道啊，啊，哪有法味浓啊，啊，那么这是必须是为正方知啊，你没有欺辱境界，这个味道你尝不到，你享受不到啊！就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白来啊，特别是度了这个望境还原观，晓得应该怎样修啊，怎么样去修前面介绍呢，我想就到此就可以了啊，不必再细说了，连华严经的经题我也把它省略了啊，因为在华严经的这个光碟里面呢，诸位可以听到啊。现在我们看贤首过思的这一篇文章，开头，夫满教难思，窥一尘而顿现，圆宗叵测，读先毫以其章。
我们看这两句话，开头这四个字就很不容易，谁敢讲啊？满教什么人敢讲？满是圆满，佛经里面所讲的无上菩提啊，佛经里面的术语叫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梵语称之为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叫满教啊！啊，什么人敢讲？你所学的东西啊，圆满了，再没有了。我们中国古人常常告诉我们，说智无穷，学不厌。活到老学到老，学不了啊，学不完的啊。谁敢讲学完了呢？学圆满了呢？真的没有人敢讲啊。这个话释迦牟尼佛敢讲，什么时候讲的？30岁讲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敢讲，什么时候讲的？24岁时候讲的。我们看这个文章的题目，望经还原。啊，所以能大师当年在世，常常给人讲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就是明心见性，与学不学没关系。他这个话我们可以从释迦牟尼佛跟他两个人证悟体会到，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，怎么开悟的呢？放下开悟。他要是不放下，那12年所学的就变成叫所智障。啊，放下了，所智障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才大彻大悟啊！啊，这是我们通常讲的二障，烦恼障跟所智障。啊，慧能大师没有学，不认识字，一天经都没有听过。啊，黄梅住了8个月，没有进过讲堂，也没有进过禅堂。啊，五祖仁和尚只是派了他一个工作，啊，舂米破柴。这工作在哪里做？在对方，啊，厨房那里面。
住了八个月。最后传法呢，传给他，人都不服啊！啊，为什么传给他？他放下了。啊，你看传法，五祖出了一个题目，你们跟他修行这么多年，你们每个人做一首偈子来看看。啊，老和尚要看看你们修行到什么境界了。啊，神秀是老和尚的大弟子，也是老和尚的助教。啊，一般人认为啊，老和尚传法肯定传给他嘛。啊，大家对他也很服气。啊，他做一首偈子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说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你们想想他这首偈子放下没有？那我们讲二障烦恼障有没有放下？所知障有没有放下？当时没有人能体会到，哎，可是慧能大师体会到了。啊，他自己不认识字，他懂这个意思。啊，他说我也有一首偈，你们哪一位帮我写一写？啊，他把秀大师这首偈子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你们想一想这种口气，啊，所以忍和尚一听就明白，啊，怕人害他，所以跟大家宣布也没见性，把偈子擦掉了。啊，他后头说：“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”这桩事情确实跟学无学没关系，啊，所以我当年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那一年我26岁，张家大师是65岁，啊，他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。我向他请教，我说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教无比的殊胜，啊，我有缘接触到，非常欢喜，啊，我说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能叫我很快的契入。我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这样子互相看着，大概看了半个多钟点，啊，一句话没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说了一个字：有。哦，他这个有，我们就很震动啊，耳朵都竖起来了。有，要好好的听了。哎，我们这一个表现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又不说话了。啊，这个大概是
时间没有上前面那么长，大概差不多有六七分钟。给我讲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